12月9日，知名演员李亚鹏、胡军等明星在京参加某品牌上线发布会，现场由陈凯歌、姜文、王朝歌、李亚鹏、杨澜等共同发起的大型公益文化纪录片项目也同时宣布启动。李亚鹏在现场称，对于这个节目自己充满了期待，希望这个节目能为文化做出贡献。当时老刘就提出了说，他有一个想法叫“百星百将”，想找100个明星，去找100个记忆传承者、传承人，来共同的去拍一个纪录片的系列，让公众人民不但对于明星们的那种关注，过渡到对于文化的关注。谈到李亚鹏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为公益事业做出的各种贡献。被问及为什么会对公益事业充满热爱时，李亚鹏认真回答道：那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道理吧，这也是什么原因，我觉得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我人生道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